他们是不是真的会复活？OK， 他们叫做脑波怪，好吧，我想起来了。OK， 我们现在身上有114公斤的东西，对，是时候让我们达到恢复了。至于神迹的话，只好等下次再说。我记得我刚刚在那边好像有听到枪声，他们应该不会是讲到吧？让我们去打声招呼。对，他们看起来没有什么敌意。Hello， 对、哦，他们跑到哪里去了？嗨，兄弟们 ，Speak to the boss。维塔利克万达 ，OK。见过军队的人吗 ？OK， 对，一样。诺亚，去找诺亚。谁会对扎东还有朱比特之间的地区地图感兴趣？除了领航员之外，还有谁？他是向导，懂吗？在斯卡多夫斯克号上，还有亚诺夫两地之间能够往返，就靠他了。他一定能充分利用你的地图。OK， 已经没有工具可以让我找了。好吧，对，拜啦。我们现在人在哪里？哦，对，这个松向便衣局，让我们赶快回家吧。今天一整天的冒险已经够刺激了。如你们所见，我发现了一具白骨，然后还有一台 PDA。对，不是很确定为什么我们之前没有看到过。对啊，毕竟我们已经在这一带来来回回好几趟了。松向便衣区加油站，我原本以为我对这一带已经非常非常熟了，但是很显然，我还是 miss 掉了很多东西。好吧，他看起来好像想要诉说这什么故事。让我们来瞧瞧他的 PDA 好了。小丑的 PDA。好吧，所以这具白骨属于一个曾经叫做小丑的 Stoker。
然后他的死因可能是因为他想要爬到树上去找什么神器吧，然后摔死了。大概，好吧，不是很确定他到底是想要爬到哪一棵树上。对啊，该不会是那边那几个长得非常奇形怪状的树吧？非常有可能，因为只有这几棵，感觉好像比较有办法爬的样子。对啊，好吧，说实在的，我有点好奇，上面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神器？虽然我觉得这具白骨好像在警告我们不要随便轻易尝试，但是对，不管，我的好奇心已经被激起来了，让我们当个勇者吧。哦对，然后他好像也有提到他跟卡丹大吵了一架，所以我在猜他应该以前也是卡丹的旧识，等我们回去可以稍微问问看。那这里来，不是很确定我们到底需要爬多高。目前我们的探测器好像没有什么反应。OK， 从这里吗？Oh my god！ 感觉我要掉下去了。我们已经到达最高点了吗？不是很确定。OK， 我的感测器什么东西都没有找到。对啊，我该不会被耍了吧？毕竟这家伙的确是叫做小丑，这有可能是一个非常恶劣的玩笑。OK， 真的什么都没有。OK， 这些脑波怪的爪子还有大脑也是蛮稀有的，所以也暂且留着。所以差不多就这样。还算不错，对。好吧。回头见，再来看看我们可以从猫头鹰身上榨出多少油水。这些雇佣兵标志，还有军队阵营标志，还有什么色情书刊的话。你出438跟344 ，OK， 我等一下看一下大胡子愿不愿意出更多。还有什么？
OK， 好像就这样。Иди, иди, нечего тебе тут делать。嗨。OK， 193跟151，好吧。看来猫头鹰比较饥渴，他非常想要出高价买下这两本杂志。OK， 给你了，不要紧张。好好享受吧，对，拜啦。用完之后可以不用还给我，没关系。OK， 最后卡丹，我有非常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。对。首先，你要的工具我带来了，用来进行精细改造的那一套也是最后一套了。Nice， 实在棒极了！让我们开工吧，兄弟！你的秘诀是什么？我现在已经拿到了所有工作装备，哈哈！看我是怎么用一个打火机给你做出一把机枪来的。对，然后和我谈谈小丑和八杰。是啊，我和我的两个兄弟一起到扎通，他们叫做八吉还有小丑，两个年轻的小伙子，还乳臭未干，恨不得在边域区找到一座山的神器，却不知道在这里死亡是第一个，死亡是第一个也是最快一个来临的。我看着他们充满热情的双眼，我对自己说，这并不是他们的错，宝物虽然吸引人，但并不值得我们将脑袋伸到变异怪的嘴里。然后发生了什么？然后有一天晚上，我们聚在一起喝酒，考虑下一步该做什么。然后我们发生了争吵，我们是留下来还是继续前进？如果我们离开的话，又该去哪？每个人都拿出了自己的手枪，坚持自己的意见。当我们争论结束的时候，事情已经变得无法挽回了。之后我们分道扬镳，我指责他们不懂现实生活的残酷，说了一些不太好听的话。朋友，如果能让我们再见到他们，我会向他们道歉。我不该那样对他们说。我们会像从前一样聚在一起，一起回忆我们经历过的那些美好时光。啊，对，我啊，对，我不是很想让你知道这个坏消息，但是我猜你应该会想知道。我在路上找到了一个 PDA， 你应该看看。我要一个 PDA 有什么用？这是谁的？说来话长，简单来说，我在离松向变异区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一具白骨，然后旁边放着这个小丑的 PDA。虽然其实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那具白骨一定就是小丑，所以如果你要乐观一点的想，搞不好他就只是不小心遗失了他的 PDA， 然后真正的小丑其实还活着。对，我已经在想理由要怎么安慰他了。小丑的，这不可能，我不相信，这太让我惊讶了，小丑居然死了。啊，小丑，我们再也没有办法听到你逗人的笑话了，安息吧，至少我希望八姐还安然无恙。失去物品，小丑的 PDA。 OK， 讯息，你已经获得了武器系统大师成就，战斗系统专家，现在卡丹已经拥有了所有他需要的工具，这样他就可以进行更加复杂的改装了。好吧 ，nice。对，来看一下。OK， 没错，现在中间这一行也被解开了。
但是有些东西还是不能安装，因为技师需要伏特加。Seriously， 这真的很讨厌。然后我们的潜行者制服也同样可以做这些精细改造。OK， 这个重量分配系统听起来非常非常的 nice。安装一个重量分配系统，可以让穿戴者携带所有装备的重量分配更均匀合理，可以让我们负重增加 6.5 公斤。然后这个美版内衬层可以保护穿戴者不受高温伤害，感觉也非常非常 nice。虽然10%真的感觉不是很多啦，但是有总比没有好，我想。那防毒面具咧，抗电磁辐射加400%，对赛风暴有保护作用的钢材料密封隔离层。然后第二代夜视仪跟第三代夜视仪。空气净化型呼吸面罩，耐力回复加50。好吧，这些东西都还蛮吸引人的，只不过，对，我们现在好像没有什么钱，先让我们再努力榨出一点点资金，再来请你帮我改造好了。OK， 你知道吗？在听完卡丹那么悲伤的故事之后，我突然觉得请他喝上一两杯好像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没错，虽然他非常挑，这一点还是让我觉得很火大啦。对啊，因为我自己身上明明就有这种可以喝个一两口的进口伏特加，但是他不接受。我们一定得买全新没有开封，能够让他真正灌上三大口的那种伏特加，他才愿意来一瓶。对，拿去吧，今晚不醉不归。Чтоб руки не дрожали. OK， 你现在满意了吗？哟，不错，我的手不再抖了，但是我的脑袋还高呼再来一瓶，再给我一瓶，年轻人。对，我这里还有一瓶，特地买了两瓶。Это чтоб работа спорилась.我真希望八吉也在这里。我过去常常和小丑，我们过去常常和小丑一起喝酒，愿他安息。他是一个好人，总是在背后支持着你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他的诺言。对，如果我见到八吉的话，我会向他传达你的歉意的。谢谢。OK， 新任务三人行，寻找八吉的下落。好吧，对，不过。说实在的，这不是我请你喝酒最主要的目的。我是非常想要请你帮我改造我的潜行者制服。没错。来看一下。首先帮我安装一个氧气罐。然后哈哈，重量分配系统。Nice， 现在我们可以带 63.5 公斤的东西在身上了，虽然也花了我们不少钱就是了。然后最后一个阻燃加10%，4554。
还是要面具的烫电磁辐射6302。非常难以抉择。对。啊，还是说两个都给他一次安装下去。好了好了，对。塞风暴保护，然后还有阻燃加10%。OK， 我们已经快破产了，只剩下1532。天哪！啊 ，OK， 对，寻找八姐的下落，拜啦！既然我们都已经花钱请他两平伏特加了，我想要一次把我们所有能做的改装通通一次解决，因为我之前有注意到，好像有一些改装需要他喝到两瓶，他才肯愿意出手。好险没有那种需要他喝到挂的。OK， 那再来，让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到底还有什么样的任务。首先，这个调查 X8 实验室，这个我记得是在 Pripia， 所以离我们远得很。另外一个就是撤离点 B28， 这个也是在 Pripia。那 B205 是在朱比特。然后另外两架1号跟4号的直升机坠毁地点同样也是在朱比特。OK， 好吧，那代表是时候让我们离开这里了。我们需要找到这个领航员。Hello， 你需要向导的帮助吗？没错。首先，我有一个扎通还有朱比特之间的地图，想看看吗？让我看看。不错，上面有很多详细资料。但我们这行的资料的详细与否决定了你的生死。很好，这地图指出了斯卡多夫斯克号到亚诺夫之间有一条直通的安全路线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想把这些讯息复制到我的 PDA 里。现在我可以给你打个折扣了。OK， 很好。对，因为我现在身上其实没剩下多少钱了。带我到亚诺夫车站吧。因为你提供了地图，所以只要 ……OK，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6000卢布 ？Seriously？ 打完折后 ……OK， 对，我的钱不够。Oh my god！ 好吧。我真的完全没有想到这个向导居然要收这么高的旅费。啊 ,fuck。该死。我们现在身上只有1532。我到底要怎么筹剩下的旅费？我箱子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去卖的吗？这些武器我都非常想要留着。而且说实在，其实这些武器也没有办法卖多少钱啦。要凑到6000多，最快的方法应该是收集神器。啊，好吧，对，看来我们没有其他选择了。
我不是很确定我们还要去哪里搞到神器。目前我知道我能够平安无事的取得神器的那些异变点，我好像都已经把神器搜刮一空了。照理说那些神器应该是会重新刷新，不过不是很确定他们的那个时间是多久。我是有听说好像只要每次辐射风暴爆发一次，他们就会 reset 一次，但是我不是很确定这是不是真的。啊 ，fuck！ 对，告诉我有关变异点的讯息。当你靠近异变点的时候，要留意周围的温度会变得非常热，或是空气中会充满毒气，再者出现强烈的辐射，也有可能是胶脑电波。我现在不会再走进这些异变点了，这就和变异区的类型有关，它们分别是火焰、化学毒气、静电还有重力。我希望你不要跑到这些变异区里面，也有移动的变异点，不过那又是另外一码事了。OK， 告诉我有关火焰变异点的事。如果你看到地上有一种微弱的光，就像夏天路上的蒸汽一样，那就是一个火焰的变异点。当你扔进去什么东西时，那里就会突然冒出火舌。一开始人们认为是某种天然气在燃烧，但这种说法很快就被推翻了。化学变异点，这种变异点根据他们奇怪却又永不停息的化学反应取名的。而它们产生一种强酸，能在几秒内腐蚀完你的皮肤，同时毒气也会以极快的速度腐蚀掉你的肺部。幸运的是，化学异变点很容易在亮处被发现。当你走进一个地下隧道时，麻烦就来了。那静电雷，一种非常有趣的异变点，它们累积了大量的静电。Stoker 们经常利用这一点。静电异变点在碰到金属的时候会释放电力，他们把螺丝钉扔进去，在变异点再次充电之前快速通过。但是我更喜欢远离他们，因为充电过程实在太快了。 OK， 重力，他们显然都是固定不动的。当你看到某个地方的物体好像扭曲的时候，你就找到了一个重力变异点。你最好和他们保持一点距离。所有已知的三种重力变异点都会在他们接触到东西时立刻反应。跳板会把他们里面的东西立刻扔到很远的地方，漩涡则恰恰相反，它会把所有东西往里吸，然后用很大的压力把他们给压碎。几秒后物体的碎片抛出去，旋转则会把它的受害者丢到空中，旋转后撕裂成碎片。无论是哪一种变异点，走进去之后你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。OK， 最后移动变异点，我个人只遇过彗星还有特斯拉。前者是一个直径约三英尺的火球，但我向你保证，你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感觉到它的热量。后者的话很难用适当的名称来形容，打个比方，就像一个闪电，它的确是一个球体，而且明显带着闪电属性。这两种变异点总是沿着固定的轨道移动，一个小心的 Stoker 应该很容易躲开它们，只要你不是粗心大意的话。好吧，那告诉我有关你自己的事。由于我工作原因起名。由于我工作的原因，我起名叫做领航员。我只走安全路线，我不去收集神器或是与其他强盗战斗，所以跟着我走绝对是安全的。每一个人都应该发挥他的才能，才能使别人从中获益。当然，每种才能都有它的价值。对，很显然，要你带路的价值非常非常的高，高到我完全付不起。好吧，那电磁风暴雷，说实话也没有什么太多可以告诉你的。电磁风暴特别的危险，几乎大部分情况下它都是致命的。根据天气变化，你能逐步感受到它的来临。
最危险的是当它到达高峰时，不过这也意味着风暴很快就要完结了。当你发现它来临迹象，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冲向最近的掩体、一个山洞，或是用混凝土做成的建筑，砖砌。OK， 谁在推我？砖砌成的，用钢铁做的都可以。和一些人一样，当我的背开始疼的时候，我就知道电磁风暴快来了。对于这种自然形成的电磁风暴，除了建议你躲开，我没有什么其他有用的东西可以告诉你。我自己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。OK， 拜拜。对，即便和你聊完了，我也没有得到什么特别有用的东西。OK， 你在叫我在干什么 ？Hello， 蓝尼亚 ，I'm listening。蓝尼亚克莱贝比 ，OK， 对，你好。军队的人，对，诺亚。有些时候你不用非得跳进异变点中去往神器旁凑合。别人告诉我有个在开阔地被发现的神器。当时那个 Stoker 探测器失灵了，所以他决定换换电池。当他换完之后，探测器突然开始狂叫，一个神器几乎正好落在他手里。他是个幸运儿，不是吗？那是特意去送给你的。有时候他惩罚你，但有时候他也会奖励你。好吧，开阔地在哪里？不是很确定，是指它是指南部高地吗？好吧，对啊，不知道。好的好。OK， 现在几点？凌晨1:56。OK， 让我们稍微睡个好觉，等明天早上再来烦恼我们到底该怎么筹到剩下的钱。我们应该只要找到两个神器，就有办法凑到剩下的钱。先让我们去疏通站看看，那里应该是最有希望的。哇！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这些猫真的是无声无息。完全没有脚步声的。OK， 我记得那里那些蒸汽。就算我现在这个黎明潜行者制服有多了10%的阻燃，我还是不觉得我有办法应付那里的高温。对啊，OK， 我觉得我可能要再用一个医疗包。那边好像还有一个。
OK， 这就是刚刚提到的那种重力型的变异点。我要怎么？又是水母。再来，让我们平安的回到岸上。OK， 让我们换成这把小手枪好了，拿来对付异变怪。OK， 下一个地点，利爪变异区，那里机会应该比较大。哦，对对对，话说我们应该还可以顺道回去找一下诺亚，向他打探一些关于军队的事。记得我了吗？对，这场景似曾相识，你不觉得吗 ？OK， 你是谁？你真的忘了我了？一名 Stalker， 我们以前见过面。我忘了。不管怎样，你想要干嘛？你知道有关那些坠毁直升机的事吗？说实在的，我不是要问你这个。我听说有些军队的人过来拜访你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办法问他这件事。我知道其中一架在高处上，周围全是史诺克。OK， 对，你的说辞跟上次完全一模一样。我已经去过那个洞穴了，还是你带我去的，记得吗？是吗？事情不会就这样完了，
变异怪的数量还在增加，总有一天他们会发起攻击的。这些怪物会杀死变异区域里所有的人，除了那些事先准备好的家伙。OK， 你知道有关那些坠毁直升机的事吗？啊，我知道其中一架。真的假的？我们可以不断的重复进行这些毫无意义的对话，好吧？你真的是一个疯子。我可以参观你的房间吗？要是你不介意的话。OK， 他显然不介意。这里有没有什么藏匿物之类的？OK， 诺亚，你的这艘破船正在被豚兽攻击。OK， 说真的，其实这里还蛮酷的。拜拜。OK， 他还没忘了我。我以为我一关上门，他马上又会忘记我是谁。就是那该死的猫，差点又要被他偷袭。哇 ！What？ 枪声。OK， 先让我们赶快找一个最近的掩护。我不是很确定开枪的人在哪里。枪声好像是从那里传来的。OK， 我看到了。Nice， 那边还有一个。不是很确定这距离我到底要不要把子弹掉落幅度考虑在内，不是很确定 Stalker 的物理引擎有没有做得这么细腻就是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有。OK， 那只猫居然没有攻击我，让我有点讶异。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卡。Nice！ 我。
OK。我最没辙的就是手榴弹。Fuck。啊！居然在我后面。好死不死，刚刚也没有力气奔跑。OK， 他跑去哪里啊？啊，我没有办法从这山坡上去，真的很讨厌。OK， 强盗果然。哦，等一下，这里是我们上一次原本想要来找这群强盗的地方，所以他们现在果然回来了。上一次非常不巧的错过。OK， 这些人身上什么东西都没有。那好吧，还是有一些东西啦。OK， 一二，然后那边三。OK， 我们要去的是在下面那里。哦，这边还有一具尸体。Oh my god， 下面一大堆盲狗。让我们稍微换一下。先做好准备。我好像有听到枪声。OK， 这距离我好像没有办法用手榴弹。让我们找一个比较近的地方。What？ What the fuck？
OK， 我需要我的狙击枪。OK， 他居然还没有死，好吧，也差不多了。盲狗帮我解决剩下的事。啊，再来就换我要烦恼了。那我们还是不要浪费我们狙击枪的弹药好了，毕竟子弹真的很贵。我记得这里刚刚好像还有一只地狱犬。OK， 雇佣兵。Oh my！ Fuck！ OK， 我拿到一个看起来还不赖的 DMR。不过我的哦，真的不敢相信。OK， 这边还有。OK， 这是什么 ？SKS-45 半自动步枪现代化。好吧。哦，然后它这里面有一个神器。我室友没有这么好运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坏掉的收音机啊，对，不用，谢谢。OK， 应该没有漏掉其他尸体哦，没有，这边有一把冲锋枪。OK， 来看一下。这里面有没有我们要的神迹？其实没有也无所谓，因为我们已经找到两个了。OK， 我想卖掉身上这些东西，应该就足够我们凑到一些钱。对啊，4267，这样我们应该会有5000多，更不用说我们身上还有两个还没有卖掉的神器。对啊，那至于这把 DMR， 我真的非常想要自己留着，因为它算是我在这个游戏里面梦寐以求的狙击枪吧。不过你们可以看到，它损坏的程度非常非常的严重，几乎没有办法修复了啦。对啊，目前这游戏里面最棒的武器修理工具，最高。也没有办法修理损坏低于45%，
所以这等于是宣告这把枪完全没有救了。与其尝试修复它，不如直接去买一把新的，可能还比较便宜。好吧 ，OK， 这样我们有5799。再来，剩下的神器，电火花跟水母 ，nice， 将近有10000块。好吧，这样其实还足够我们再另外多买一个，战术粘胶。对，因为我们的这个 Stoker 制服也快要毁了。有没有比较好的啊？这个是特技粘胶，无法修理损坏低于74%。我不太确定，这真的有点难判断它现在损毁程度到底是多少。OK， 这只要2142，但是只能使用一次。那这个3015可以使用两次 ，OK， 买这个好了。OK， 来看一下，黎明 Stoker 制服84%，瑞士军刀这样总共只能加4 ，OK， 还不太够。需要一点辅助材料，譬如这个布料，还有这个军用级的纺织布料，听起来很威。OK， 这加4%，所以总共加8%的话，将会有92%。布料 OK， 降为99 ，Nice。OK， 这样一来应该跟全新的没有什么两样了。101 ，OK， 要小心一点。我们还是必须要留6000卢布，用来快速旅行。OK， 该走了。Здравствуй, стал. 领航员，很高兴见到你。老伙计，可以为你做些什么？对，带我去亚诺夫车站吧。因为你提供了地图，所以只要6000卢布。OK。对，先等会，让我准备一下我们的行李。我们这边有非常非常多的东西要一起带过去。我真希望我可以叫个那个快递公司。OK， 仔细考虑过后，我决定把这几条绳子、迷彩帆布还有这几张床单留在这里，对，其他的东西通通带走。那不是说我不想带走这些东西，而是我发现我们的负重似乎只要来到180左右就会变得完全没有办法移动，但是现在 169.4 倒是没有任何问题就是了。对啊，
所以 ，Let's go。虽然我不是很确定身上背着这么沉重的包袱，到底要怎么跟着领航员走就是了。他应该不会半路就觉得我行动迟缓，把我丢下来吧？我可是付你一大笔钱呢。对，带我去亚诺夫车站吧。出发。